但凡碰面总有早晚，迟到总好过不到。厨师的工作是比常人忙碌些，能聚在一起讨论下工作十分难得。厨师们的聚会不同其他，找个会议室微经正坐，过于拘束，纸上谈兵，没有成效。找个馆子上齐菜码，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。我还是冰刀打的嘞，我还不会上网，你说的。那军飞设计算啥意思了？就飞毛枪。就缺地是吧？坐轮胎那个，哎，坐轮胎那个。你这个菜色还是融合菜，你看到不啦？对不啦？农菜跟俺融合菜。俺家菜地高头胡辣椒有个是吧？胡辣椒。伊拉没个，伊拉本帮菜不会有个。我把农菜地高头，阿拉有。你必须要有，你必须要有。叫他，叫他，叫他给米鸡的轮胎是不？哎，坐轮胎，加上羊腚就准备好了，我跟侬讲。五位大厨长远不见，得空相聚，自然气氛热烈。作为上海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大厨，统领着这座城市的味觉标准，切磋讨论自然不留情面。怎么来吃菜？哎呀，那是动筷子呀。没噶个多讲究的吧？讲究。嗯，烧中菜我不大懂。啊，侬搿只传统像胡椒粉一定要摆搿许多啊！你白烧一定要摆搿许多，一定要摆搿许多啊！烧黄鳝是猪油、胡椒粉是必须啊，还只麻油。猪油、黄鳝两种。老正兴始于同治元年的老字号，如今连续五年被评为米其林一星。身为总厨的胡斌可以暂时放松片刻，肩负荣誉，压力着实不小。伊拉来个辰光是不会跟咱任何一个人、地方的人有过接触、有过交流，因为侬不晓得伊啥辰光来，侬也不晓得伊啥辰光走，侬也不晓得伊是啥人。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顾客进来，伊就点菜、吃饭、买单走了。压力也是动力，他凭借一块传承多年的老正兴酱方，叱咤千里。同行相逢，自然功力尽展。方指整块方肉，以酱汁烧制，选料以肋条后端肥肉居多为上，因制作过程耗时较长，久烹必柴，影响口感。而油脂在高温的催化下则会更显弹滑。整块腌制，蒸汽定型，抽骨改刀，这只是正兴酱方的第一步。定型以后呢，就方便于改刀以后，伊不会走形。那么全部定型定好以后，阿拉是加入阿拉自家个调味汁，做好以后呢，就讲放了蒸箱里向去蒸四个钟头。每块肉为600克左右，调味置入蒸箱，接下来是长久的等待。4个小时后，油脂释出，酱汁回锅。勾芡翻搅，盖于方肉之上，四四方方，酥而不烂，抖动且不坍塌。三五人分食，随意。胖胖的，谁就胖。所以讲，吴斌跟母子，对吧？这个你这个母子猪肉就是独到，酱香要正好啊，独到，胖得多啊。搿侬阿拉眼睛哦，侪盯辣搿高头了。所以啊，我觉着吃肉是种老有满足感的事体。吃肉是一种享受。啊，吃肉是享受，真的是享受。哦，就搿物事哦，一个礼拜勿吃肉，总归就要想了。哎，侬讲老怪了。来，不对，特别是我种。葛末我呢，曾经是有过头辰光，因为了减肥嘛，我也就坚持了一个号头没吃肉。葛末就讲，到了搿辰光了，葛末确实也就讲。减肥也成功了，分量是到了，那么就老想吃肉的辰光，正好搿道菜出来，么就被馋着了，葛末我就一家头吃了一块，么实际上呢吃下去呢，觉着稍微还油着眼，搿一块肉呢实际上是最好就是讲是人稍微多点，葛末大家聚了一道吃，也比较好吃，所以从搿高头呢，现在呢后头也觉着下头的客人啊，会得两三个人啊，三四个人。人不是老多，
那么有可能搿一整块伊拉是吃勿透的，所以现在呢也改良，改良成做成像比红烧肉稍许大一眼眼的搿一块肉，以每人为的方式去上搿道菜。所以侬平常多少辰光吃？我这肉现在都还吃得少，我一个但是呢，我看到红烧肉我没抵抗力了，看到红烧肉我没抵抗力。好久啊，我天天在办公室想，为什么有红烧肉就好了？我今朝又想吃红烧肉。侬觉得伊那道肉弄到嘴巴里有股子啊，适宜啊？有本事，都是香的，香的去了。这不以前都是。我第一次烧菜，阿拉师傅来了后头，想看看我这菜出来烧了是啥程度，我就吓得不敢转身神。伊也不跟我讲，伊就立了我后头。咁么我后头眼角看到伊了，咁么就搿只菜一直不敢烧出来，就勿停的翻，最后搿只菜是把我烧焦脱了。如今的老正兴在胡斌的经营下，菜品过硬，宾客盈门。